是我们所谓的各类型身心障碍者。天使星家族从2002年成立之后，就不断地对这些家庭的父母说，父母先走出来，孩子才有希望。当我们在人生的旅途当中，不晓得你是否曾经也发现这样的天使就存在在你我的身边呢？我想接下来我要邀请的是，不好意思，内举不避亲，我要邀请的是我自己的先生，也就是和我一起创立天使星家族的共同创办人，天使星家族社会福利基金会的执行长林兆成上台，来跟大家分享在他生命中有一段很特别与天使相遇的故事。局长，还有各位委员，还有各位天星的家长长官，大家午安。其实今年呢，常常有人问我们说，为什么要做336？其实很多的爱妻儿家庭希望被认识、理解、接纳，进入到友好。然后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好像其实曾经有过哪一个段落里面，跟这些身心障碍家庭有一个联系的记忆。我们期待唤醒大家这个记忆，让遇见天使好久不见成为我们今年336的主轴。我就记得我是台南人，我住在台南孔庙附近。台南有一个特色就是巷弄很多，在我回家的路途有一个弄，巷弄里面差不多只有3米宽，然后在那个转弯的时候，我小学我依稀的记得就有一个女生，然后呢他总是坐一个那个椅子，然后脚背布条垫在那个柱子上面。其实小时候我不懂，怎么有一个那么可怜的孩子被吸在那里。然后每次我看我走过去，他总是呆呆着，然后眼睛眨呀眨，然后一直拍拍手，然后脚好像一直抖这样。我就觉得他跟我不一样。有一次当我经过的时候，看到一群比较，欢迎市长。好不好？我们市长好。市长好。我们的爱妻的家长怎么欢迎欢呼那么小声呢？市长。我们说我们今年的主轴，希望大家在我们的回忆当中有一个曾经跟身心障碍家庭的这样一个联系的故事。虽然我有两个身心障碍的孩子，我是两个身心障碍的爸爸，但是在我小时候仍然有这样的故事。我说我住在台南，住在孔子庙附近，那个台南就是以前就很多的巷弄，在我小学在回家的那个过程里面，那个弄差不多几公尺，那有一个女生她就很小，然后就是用布链被绑在那里。然后有一次当我回去的时候，看到一群小朋友拿石头丢他，那个孩子也不会闪，就坐在那里。我当时就有一个期待，我能够伸手去阻止这个事情。如今当我成为这样的父亲的时候，我更好期待如果有周遭的邻居能够阻止，能够献出那个友好，或许我们这个社会会更好。所以我们今年期待大家把唤醒那个记忆，你曾经在何时你可能遇到这样的人，或许我遇到能够在寻回我那个以前那个邻居的时候，我会跟他说，好久不见，你现在过得好吗？期待在这个包容有爱的社会里面，让这件事情散发在我们的周遭里面，好叫我们成为一个友好的天使。谢谢各位。我想听完兆成的天使相遇的故事之后，我们要用我们最大的掌声邀请我们的韩国瑜市长上台，也邀请他跟我们分享他的天使。
谢谢，过来，谢谢，谢谢，欢迎，谢谢我们林部长啊，真的好久不见，好久不见。然后我们黄昭顺委员、李亚芬议员，还有各位所有的嘉宾啊，还有军界的代表，各位新闻界的好朋友，天使星所有的职工朋友，真的很辛苦。前不久我太太在跟我讨论一个话题啦，就是说这些身心障碍的这些朋友们，父母亲百年之后，这些小朋友怎么办？那他们可能已经到了四五十岁，小时候有爸爸妈妈呵护，他们一点一滴很辛苦很辛苦的长大，等到这些人长到四五十岁，爸爸妈妈七八十岁，那父母亲离开了以后，这些人怎么办？那我太太问我这个问题，当场我在想，的确是个大问题。所以说，他说高雄市能不能够要办一个类似像这样一个机构，所以说让这些可能也长到三四十岁、四五十岁身心障碍者呢得到照顾，等于让他们的父母亲呢可以心里面呢得到比较大的一个安慰。那么等到他们自己老的时候或者离开的时候呢，不要再有过多的挂虑跟担忧。那我觉得我们高雄市应该这样子做，特别把这段夫妻之间的谈话把它讲出来。那未来高雄如果我们有机会以及有资源，我们非常乐意来做像这样的有意义的事情。其实我们所做的太少了，就算是高雄市政府跟社会各界有爱心的团体，我们卯足全力去做，也比不上他们的爸爸妈妈为他们所做的，这个我们很清楚。我们但是要尽量的去做。那未来我相信人间处处都有爱心，像现在高雄市因为不停地往前冲，一直不停地往前冲，今天早上高雄市不动产工会又来捐了善心捐款1000万，要帮助高雄年轻人创业。我到新加坡马来西亚，连新加坡人两位企业家也捐高雄青年人，一个捐了1100万，一个捐了200万，帮高雄青年创业。这个台中有几位企业家也帮助我们青年人创业，这个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行动。未来我们希望高雄市在身心障碍的这个小朋友这方面，我们也要有一些行动。那这个爱心呢是会散播的，有的人有这个爱心，他没有被唤醒，他是静止的，他是像那个棉睡眠状态，当他有一天他醒来之后，他觉得他可以化为行动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会有很多的资源跟回响，我们可以唤醒他们的爱心。第二个，善心人士的捐款，希望真正能够帮助到刀口上。政府拿到这些善心款，绝对不能乱用、乱花，会伤了他们的心。所以我觉得我们未来这个照顾啊，我们这个目标要很明确。所以是高雄市政府，我相信社会局的叶局长是非常棒的啊，也是一个见机履行的个性。我们一定要让身心障碍者在高雄能够得到更好的照顾，特别是将来他们一天天年纪大了之后，有没有办法一个场所，让他们的家里面的长辈不用再担心？我觉得我们一定要往这个方向来做。我们每次都说高雄人进来或出去发大财，到最后我们忘记自己赚钱的目标了，忘了发大财的目的了。发大财不是目的，发大财是手段。发大财的目的是要照顾弱势，还要培养下一代更好的教育，培养下一代更棒的孩子，所以要投资教育，照顾弱势，这才是高雄发大财最重要的目标。所以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要感谢我们林振国部长退休了，还是不停的这个帮助我们这些需要关怀的这些弱势的团体，真的是了不起。也要感谢黄昭顺委员跟李亚芬委员，一直都是默默的付出，这是很棒的。谢谢各位善心人士，更多的是这些志工朋友啊，一起来把爱心化为行动，我们一定会做。也要跟这个家长来，不用，我们一定会去做的，我们会未来在这方面着力更多，好吧？我们也相信会感染更多善心的人采取行动。那也因为时间的关系，上面还有一些石化业的
来讨论、来沟通、拜访，我必须要赶快离开。不好意思，我在这边祝福大家，也要下面讲辛苦了啊，真的辛苦了。我们一起来努力，好吧？谢谢。好，我们请我们的执行长林兆廷为我们的市长佩戴一个友好天使徽章。谢谢韩市长成为爱琪儿家庭的友好天使。谢谢韩市长。谢谢韩市长，谢谢韩市长。好，我们可不可以请快速的友好代表、友好天使各界代表立刻上台，跟我们的市长。友好天使代表来自于瑞丰夜市、六合夜市，警察局代表、国军代表、学校代表，各界的友好天使代表请上台，快速的，我们跟市长有一个大合照。我们的三军代表，谢谢你们对爱琪儿家庭所展现的友好。今天我们所佩戴的这个就是友好天使徽章，我们要在全台湾呼吁50,000名友好天使加入到我们的行列。家长也请上来，赶快，家长，家长，家长。好，我们的家长请上台。对，我们贵宾请赶快，因为市长的时间很宝贵。这都是铁粉，等很久。这样子的，赶快，自己就定位。对对对对，来，快快快。来，我们呼个口号。好，请我们来呼一个口号。来，预备，开始。天使心336，爱琪儿 ，Go Go Go！ 请鼻梁的 OK， 鼻梁的 OK。天使心336，爱琪儿 ，Go Go Go！ 耶！谢谢，谢谢我们的市长以及我们各界的友好天使代表，谢谢你们，谢谢。小镜头，你让开我，让开。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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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这首歌呢，其实是爱琪儿家庭很想送给送给市长的一首歌。好，我们来唱。好，我们现在家长就来唱。来，家长，我们来唱。因为我们相信高雄市的友好将成为爱琪儿家庭的友好的隐形翅膀。我们请家长到旁边来。家长请到台上来哦，家长请到台上来，谢谢你们的歌声，用你们的歌声来感谢在场的友好天使。家长，你帮你自己再买一个。我们的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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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6，我们呼吁全省有50000个友好的天使来当成我们隐形的翅膀。特别我们要呼吁，在全省5个地方，在下个礼拜六，我们有一个遇见天使的集集。特别在高雄，我们是在劳工公园，我们有一个约定，我们不见不散。谢谢各位。黄昭顺委员，我们的市议员李雅芬市议员，这次雅芬市议员真是辛苦了，我们要大大的感谢你。还有我们的基金会的董事长林振国董事长，我们要一起来，我们要再一次呼口号。好，我们刚口号呢，因为人很多，大家请看执行长林兆成的动作哈，我们现在要把口号的动作要做大一点哦哈，请先举起你的左手，好，好，我们等一下的口号是什么呢？好，我们看这位志工哈，来，预备，开始，天使心336，画圈圈，爱奇儿。Go go go！ 好，再一次，我们再练习一次。好，来，再预备，请天使心336，爱奇儿。Go go go！ 好，现在我们要正式来喽。也就是我们喊到 go 的时候呢，我们第一排的长官们，麻烦你们要把手按在这一颗很特别的球。待会儿我们就会发现它是有魔力的，它会出现很棒的字。好，可以了吗？预备好了吗？我们台上的贵宾们，好，一起来，预备，请天使心336，爱奇儿 ，Go Go Go， 请按球。家庭不只要用歌声来谢谢你们，他们今天手做点心，想要分送到大家的手里。好，我们的友好代表请回座，我们的长官请回座，我们的爱奇儿家庭今天特别为了这一个重要的记者会，在家里做了美味的手做糕点，我看得一直流口水。
一些分送给我们在场还有我们后面的媒体朋友，媒体朋友也是我们的友好天使，我们要谢谢你们把爱传出去，让这些家庭的爱，让我们彼此的友好就从今天开始流动。刚刚赵晨已经提醒大家，3月16号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钟，高雄劳工公园，还有我们其他的城市，桃园、台中、台南、高雄5个地方同步要发动全台湾50,000名友好天使的大军了。在我们的荧幕上，我们要扫一个 QR code。凡是你有手机的，今天你已经戴上了粉红色徽章的，邀请你拿起你的手机，加入我们友好天使社团，让我们的友好就从今天开始。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钟，欢迎大家来到劳工公园，与我们一起遇见天使。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能够拿到我们家长爱心的饼干啊，这个甜蜜的一个回馈，也让我们彼此祝福，彼此 give me five， 互相击掌，让我们成为生命中的互相陪伴的天使。感谢所有媒体朋友今天的来访，在资料袋当中也有友好天使徽章，邀请你加入我们友好天使的行列，让我们一起出发，开着这辆爱的列车从高雄出发。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钟见，不见不散，谢谢你们，谢谢。现在是开放媒体访问的时间，好，请我们的媒体朋友们到舞台前面来，我们的执行长会来到我们的舞台前面给大家做一个访问。出过去就好了。那下礼拜，对不起，在我们高雄市是在劳工公园，那有很多的家庭会参加，成为特别是像让家庭像成为主人一样来招呼所有的一般的所谓的社会大众一起来参与。那最重要的有表演，当然有表演，然后也有一些仪式。那现在就看市长的行程，他可能也会带领我们有一些友好的一些动作，包括是野餐啊，包括是我们有一个小的一个嘉年华的游行，那让各个社会大众能够在很短的时间认识、理解、接纳我们高雄市所有身心障碍的家庭这样。所以其实我们除了就是办理这样子的运动会之外，另外我们也透过了带徽章，然后一些宣导啊，是。因为对，我们今年带徽章，特别在我白色的是代表我家里有身心障碍的小孩，但是一般的徽章，一般的徽章就是刚刚我帮市长别的这个友好天使，就是可能你就是你家里旁边附近或是的邻居同事亲戚，可能就有这样家庭，可是你很难跟他启齿，你只要挂说我愿意成为你的友好天使，或是我就是友好天使。然后我们期待一个友好天使里面从你的 QR code 里面，我们会告诉你们如何在友好里面怎么认识这些小孩这些家庭，进而你能够去理解甚至你去友好他。我们一直在想，就是说怎么样在身心障碍这个界面里面让所谓的友好能够成为双赢。其实我们刚看到很多的职工，他们今天都不是特别有料的请他们过来，但是当他们长期跟家里的互动，他们发觉他们生命的获得，所以我们一直期待社会的一个改变，是因为有一群身障碍的小孩在扮演他
他需要被爱，但是当我们愿意爱的时候，那就是双赢。那这个就符合我们市长在讲的包容，包容就是有人需要，有人可以给需要，那个包容里面那个爱充分的时候，这个社会就祥和。你就突然会发觉，其实这些孩子是有价值，而不是我也趁着各位跟各位很多的家长，就是你卖公，你刚刚你生一点啊的鬼戏狼的，不是这样。我们孩子有一个，你看看刚刚我们那个市长跟这个孩子，他很期待的那个感受跟市长可以给予的爱，这就是一个双赢的一个面向。我相信社会可以借着这样。那三月第三个星期六三一六，就是期待借着媒体大家一起来这个场合里面去遇见天使，然后你挂上友好的天使的徽章，你像我们有六合夜市啊，瑞丰夜市，还有整个很多的卖场，他们都率先要成为友好天使，就让这个高雄在徽章里面就变成一个有爱的城市。那像这个徽章，它可能就在运动会上面有什么方法？现在目前是在是在我们的服务处里面，但是我们可能现在在联络区公所，还有包括夜市，可能都可以收取得到。我想一般的我们所有的韩粉也好，什么粉也好，这个都可以来响应。真的就是说，当你生命里面有一个荣誉，就是你愿意来扶持弱者，你愿意成为身心障碍的帮助者，就是友好天使。谢谢。对，所以我们所有都可以当友好天使。你不要动，你就这样让我们拍一下。拿好。两个放在一起。OK， 好，可以。所以通常我们会鼓励我们身心障碍的家庭挂这个白色的徽章。那你看，只要可以在哪个面向或是哪个转角去遇到这样的时候，其实就拍个刚刚这个我们说什么？拍卖一下，对，然后可以讲好久不见。那个，我想在那个氛围里面，大家都觉得是很荣幸的。现在还没有贴，到时候我们都会贴，对不对？对，你都贴好了。我们在五个地方活动都会贴这个 QR code。对，就是会有一个 QR code。QR code 刚刚有。QR code。所以就是说。可能就是你认识你的亲戚，或是你的同事，或是你的甚至于是朋友，你想要表示一下，只要你挂上一个友好徽章，就是你就是很清楚的知道说，其实我是可以支持你。那你加入之后，我们会里面详细。那李尚，不好意思，您再等一下，先不要移动，因为它比较小，所以我们要带它比较不好带。谢谢。好，谢谢。来，跟媒体照一张。好，那好，换成你坐。对，这个镜头是你。我刚拿光碟给你。谢谢。